来自单亲家庭的小文，佮利用课后时间趁钱的小英，因的家庭佮经济拢拄着真大的困难。学校老师知影以后，积极替因寻求救助资源。未了讲环境，了解因的困境以后，马上派人到学校捐赠一篮救助金，希望伊妈祖婆慈悲的心来帮助有困难的人。需要照顾破病爸爸，家己嘛去予医生诊断出有肿瘤的小文，除了爱上课，阁爱到超市做临时工，趁钱补贴出来的开销，生活是相当艰苦。姐姐在外面工作是要还债的，啊，爸爸也没办法工作，啊，他就要去打工，一个赚10000多块，啊，他现在要甲状腺肿也要开刀，啊，我了解，我知道以后赶快跟导师来说，哦，他们一直没有这个管道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信息跟地方上的这些啊团体来求助哈。你同一个时间，厝内底嘛拄着困难的，阁有即马才读国中的小英，学校知影因的状况了后，嘛积极寻找救助的资源，甲因斗相共。他也是家境一样，就是说他爸爸是一样，什么他还有他妈妈也在工作在还债哈，然后他的弟弟妹妹也在读书啊，所以家里都是，啊，然后他也是国三，然后也去外面打工，也是靠那个打工的钱在养家哈，啊，所以听起来很心酸啊，我非常感谢哈，就是说我们广泛宫的这个顾问团。他们广泛宫那本着妈祖那个慈悲的胸怀吼，啊，来守护我们地方。为了广泛宫了解这两位学生囡仔的情形了后，妈妈想捐赠一篮救助金，希望帮助因渡过眼前的难关。你感受一下社会有一股人情的这个温暖，啊，给自己是一种张力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压力。希望他们在最快的时间能够得到纾困，也借由妈祖的庇佑，大家都能够平安。然后将来呢，他们感受到这个慈悲以后，将来他们长大有力量，希望大家能够抛砖引玉，去帮助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。学生啊，吼啊，这个时阵上需要吼，就是读册嘛，吼啊，需要父母啊来斗相共啊，但是吼，因为父母吼拢有法度啊来甲因照顾啊，所以吼今仔日。啊，好，你去加载吼，校长甲老师吼嘛有去关心到学生啊这个问题，啊则啊，互咱知影吼，啊咱才会发动今仔日这个啊妈祖心吼，啊来为这个囡仔啊来甲照顾。这笔救助金若帮助到这两位学生囡仔，嘛是互因温暖，鼓励因继续坚强面对的力量。记者陈英伟，云林采访报道。